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，我们来看四月二号星期五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要恭喜双子座的朋友们，我们能够非常有效率的完成手边的工作。牡羊座的朋友能够感受到财神光临，口袋满满的快乐。天蝎座的朋友跟伴侣之间的感情也能够更进一步，彼此的感情更加的紧密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处女座的朋友，最近可能应酬很多，会有一点体力透支的情况。射手座的朋友们呢，出门的交通安全要多多的注意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五，颜色是银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一，颜色是黄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七，颜色是紫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九，颜色是橘色。